Hello， 姐妹们，今天吃红油麻酱川粉啊，用咱家这个火锅川粉做的，老好吃了，肉兜的。太香了，可以做火锅，可以凉拌，都可以。哎，我天，这个量太大了，我煮的是三包，真香啊！吃个上场，今天吃的都是粉了呀，我去，这也太香了。麻酱直糊嘴，春卷包火鸡面，真香啊！冲泡型的麻辣烫。来一桶火鸡面吧，哎呦呦，慢慢的，鬼椒面，香着了，这个是香菇鸡汤米线啊，这个是冲泡型的，它还有个口味，它是香辣味的，这个是不辣的，老好吃了。
泡行吗？你先。一般清淡型的东西都比较鲜，吃起来。这个量超级足。